贴心。所以杨哥来苹果来一下，穿这么帅，儿子今天有跟你搭。对啊，好帅哦、喔。一朵小花，大家离我远一点，我感冒哈，我就感冒，我会感冒，会传染的那种感冒。他是说叫我戴口罩，可是我主持人不好意思。女人在过敏，啊，正在感冒，啊，其他的评审，我们就太胖，鼻音都比较重一点。其实是应该是被我儿子传染的，因为他太爱跟我亲嘴，小朋友就很容易多有的没有的病毒，对啊，我又拒绝不了他那深情的一吻，所以我就感冒了这样子。跨年的时候改成那个线上转播，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只是接受他，就面对啊。那你有现场喊说后面的朋友你们好吗？我说大家一起唱，真的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很新鲜的，很像唱给神明听。太可爱了。而且为什么让我想到，就是那个土地公庙前面通常会有一个布袋戏的那种，对，农历年有什么特别计划吗？农历年有什么特别计划？农历年有什么特别计划？就是过年真的就是好好的跟家人相聚，没错，对。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，比如说往年我都会回马来西亚过嘛，但是今年可能真的没办法，所以就回。那你会哦？对，那你嘞？都在家里废。都在家里，对，然后家人们来家里。会打对啊。会就是会小赌一下这样，会，但是基本上我没有这方面的天才也没有。我每次回去都一大叠的啊，然后最后就剩下一点点这样子。哇，好开心哦！对啊，哦，我去当上财童，对，一起去，一起来嘛哈！把冰冻、鲜冰冻、香甜冻出来。我也想去冰冻，是该给的要给啦。准备了多少？尤其是疫情，更应该要给的大方一点。嗯，对啊，比如说我如果找人家来家里按摩，我都会多给他们一点小费，因为疫情大家都很辛苦，对，都几位数。你说给家里人吗？每年都差不多啦，六位数这样子。哦，是你姐吗？对，我其实也是拼了六位数。我差点叫干结，我应该变小吧？就六位数差不多了，其实六位数。对，包完之后就会觉得那更要努力工作，因为其实好像也就钱就那个剩不多这样。其实差不多也是六位数，但是爸妈也会在，都还是会包给我，所以会稍微抵消一点点。还是爸妈包七位数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他们就是六位数。那你呢？师傅应该是八位数吧？我的红包有考究，看你平时考。对，一整年都有在记。那你烤鸡烤的怎么样？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全世界最热血的直播节目九三六，最快乐的追我。每天5点到6点，新光云乱新闻。